各位大德，大家晚上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日咧，接住嚟讲呢个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啊。上一次咧，就讲到呢个第十八愿噶嘅里边嘅内容。今日咧，接住嚟讲。咁有一段经文咧，就咁解释《大集而藏经》里边嗰段经文咧，佢咁解释，我哋大家睇下经文：末法亿亿人修行，看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道生死。咁一段经文咧，对我哋啊，而家末法时期嘅人咧，是非常之重要。咁呢段经文出在大集经，点解当年释迦牟尼佛我讲呢一句话呢？嘅用意系什么呢？所以而家我哋咧处嘅境界咧，时代就是在末法，就是讲佛离开了我们的时间已经三千几年了，就已经进入了末法。但是末法是亿亿人修行，看起大家小心看，用心去看，亿亿亿亿是一倍再加上一倍，就比如讲好多人在这个时期来修行呢，看一得道。看一得道呢，就是指在这个末法时期啊，亿亿倍的人呢在修行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得道。得道这两个字呢，简单讲就是叫正道，就是讲正果。咁你点样正属于系叫得道呢？所以大家睇清楚啲嚟咯。得道呢两个字啊，唔系一般上我随便念下经啊，打个坐啊，念几条咒啊，就叫得道。得道有最低嘅标准。最低的标准是怎样？正初果。正初果呢都未算得到。初果呢，其中爱天上人间七次来回。意思说正种初果的还未了生死。未了生死呢就属于未得到。所以讲正初果仲系天上人间七次来，意思讲天上自七世，人间自七世。咁一佢比如讲嚟咗一世间一世啦，过咗，咁就再翻天上，咁来来回回七次。好啦，初果未得到，最往上啦，正二果。如果正到二果嘅咧，佢咧？仲有天上人间三次来回，
因为呢仲未得到。剩咗三个呢，佢唔需要嚟咗世间啦，佢就喺天上修，就叫不离。但係三个嘅人呢在天上修，但係佢仲未得到喎。所以得到最低嘅标准係剩咗四个阿罗汉。剩咗四个阿罗汉呢，佢就正式了生死啦。了咗呢个分段生死呢，正可以叫做得到。咁我哋而家在末法时期嘅人，能唔能够证到呢个阿罗汉嘅果位呢？罗汉果位啊，证唔证得到呢？所以如果证唔得到啦，你就冇办法了脱生死啦。咁你就会继续嘅轮回，长期的轮回。咁我哋咧再嚟衡量下初果嘅标准系点样正属于初果呢？照经典嘅记载咧，初果系六根不住六尘。乜嘢叫做六根不住六尘呢？就系讲我哋嘅眼睇出边嘅所有嘅境界。无论咩境界都好，你都心都唔住，唔住就讲你唔会执着，唔会停留。打个比如讲，我嘅眼睇到某一样嘢我鍾意嘅，如果我心停留喺嗰度就住啦，就住响尘。如果我嘅耳仔听到某一种声音，我好欢喜，我鍾意听。咁我就住喺个声尘里面。或者人哋诽谤我、批评我，咁我听到嗰种声音，我心咧唔舒服，好嬲，咁我心咧就住喺尘嗰度啦。咁咧就冇办法叫正果啦。所以讲咧，如果我哋眼所见嘅嘢起贪心，就自尘咯。比如讲，如果打个比喻啊。我前面而家有个好靓嘅女仔行过啦，我见到，喂，睇多靓啊，佢好靓啊，咁我心动咗啦，咁就代表我心自响个尘啦，就冇可能正果啦。如果人哋赞我，哎呀，师傅啊，你好叻啊，你好扮叻讲经啊，你讲经讲得好听啊，我欢喜，我就自响尘，就所以唔正果。所以讲鼻又好，闻到嘅香臭。如果闻到香，哇，嗅多两嗅；如果闻臭啊，闻个黏住鼻哥，咁就是个心自响尘咯。所以初果咧系不自尘，所以啲尘咧对气冇障碍。所以初果嘅标准咧，六根不自六尘，咁咧正能够天上人间来回七次。但是仲未了生死咯，咁我哋大家衡量下自己，我哋啦修咗咁多年啦，学佛咗咁多年啦，皈依三宝咁多年啦，乜嘢经咩咒啦都修啦，又打坐啦，咁你问下你证到乜嘢果？有冇？如果冇咧，我就介绍你逐菜铺买啲罗汉果嚟食。食咗你就似咗罗汉果啦，食多罗汉果你似啲。所以讲咧，我哋而家修行咧，唔系用把口嚟讲，系讲真实功夫。你爱做到，咁你正能够有了生死。所以讲呢个得到呢两个字啊，就好重要嘅。我哋唔系用把口讲，诶、哎，我得到啦。揸部经师我拜读两读，拜两拜，我就叫得道啊！所以唔可以以咁样嘅。所以我得道呢两个字系有个标准，我讲最低限度嘅标准，所以大家记住咯。所以你唔好俾人哋呃咗你。我今日讲个真话，在呢个时期，在咁样嘅年代，想话收到正道呢个得道咧，系非常嘅困难。所以咧，
我哋大家要衡量一下自己，唔要开，唔好去欺骗自己。所以我哋对于往生啊，有一件大事啊，系唔系咧真嘅能够做到呢？假如啊，自己咧欺骗你自己，你咧就只有继续嘅轮回嘅啫，沉沦在呢个苦海当中。咁何时咧正有出头之日呢？正所谓讲，人生难得今已得咯，佛法难闻今已闻咯。所以我哋要好好嘅把握一生，唔要再次咧错过呢个难得嘅机遇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此日唯一能够得救之法门，就系呢个念佛法门啦。所以佛讲咧下一句话，为除咗念佛得道生死啊，为除啊呢句话就讲，除咗呢个法门咧，就冇其他啦。所以唯依呢个念佛，你正能够得道生死。意思讲，你唯一嘅依靠咧，今生想系能够了生死咧，除咗呢个方法、呢个法门之外咧，你揾唔到第二个法门啦。唔系讲释迦牟尼佛讲嘅经唔好，冇错解咗。佛所讲嘅每一部经都系正法，但系咧已经轮到今日今时嘅时候啦，就系、是、已经我哋收唔到咗啦。我哋冇办法依照每一部经嚟收啦，因为咧乃至释迦牟尼所讲经咧都俾嘢误解咗。错解咗，所以搞到我哋今日今时咧摸唔到边。你好用功冇错，好努力好精进，但系咧你入唔到期，因为咧你遇唔到真真正正嘅人嚟指导你。无论修咩法门，都有最低嘅行道嘅基本去做嘅，包括我哋修净土法门。修个净土念佛法门咧，都系一样。我哋最低嘅行道系点样？信，你话信边个？信佛。如果你唔信佛咧，你信人咧，你就死紧嘅。如果呢个人嘅思想啊嘅正念有问题啦，意思讲佢嘅思想嘅观念啊有问题，你信呢个人讲，害你一世。乃至咧，害你生生世世，所以呢个系好大嘅问题。所以佛嘅佛法咧，点解会误传到咁嘅情形呢？我周不时喺大陆讲经，最近正啊响美国翻嚟，咁样咧，好多人会问我一个咁嘅问题：你讲佛教咁好？点解会变成咁样嘅样呢？就问我呢个问题。我周时会碰到咁样嘅问题，不妨在呢度咧为你大家回答，俾你大家明白。但系你面对人哋会问你咁样问题，我哋佛教咧表面上睇系非常之好，每一个宗教都系好，系冇错嘅。但系会演变成咁样咧？是哪个造成的呢？是人心，是人的借自宗教的名义来欺骗你们这些无知的信徒。我今天呢去讲一句话给你听，无论什么宗教呢都是这样，借自宗教的名义来欺骗我哋的无知之人。所以讲你哋咧嚟信佛咧，唔可以感情用事咯。佛当年所讲嘅道理唔系咁样嘅，系俾人错解咗。我打一个比喻，以一个佛堂嚟解释俾你听，有一间道场，佢爱生存啦。咁啊，生存咧
就是经费啊。咁经费从边度嚟呢？系咪同你啲信徒啊、莲友嗰度嚟呢？所以你初初嚟学啦，咁师傅咧就会恐吓你咯。哎，你后边有嘢跟住你喎、啊，你有业障喎、啊，你有忏悔喎、啊，我拜忏喎、啊，我做法会喎、啊，你心听住咯、啊，惊、啊。点解我讲嘅话？因为佢有控制你。咁你点样解决？嚟我呢度咯，就系咁啦。所以你长期咧生活在恐惧之下。本来你嚟是没有业障的，就被师父讲了一句话就变成业障了。什么叫业障？恐惧啊。恐惧啊就是业障了。所以说很多佛堂呢都是借此的这个方式来恐吓我们这些信徒。那你想想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来学是不是学到很大问题呢？当年释迦牟尼佛没讲这样的东西啊。是未后的人啊，为了个名利金钱啊，所以讲呢宁愿欺骗自己啦。所以讲现在的人呢很多人不相信因果了。乃至佛所传下来的经啊都会被人歪曲来解释。尤其是我们修净土的更加要注意。所以说你们有时间呢慢慢的听，我们将这部阿弥陀经呢很详细解释给你听。你听了下来呢你就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了。当年释迦牟尼讲这部经呢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为什么会演变成今天这么大的问题呢？我从最初讲起，大家知不知道当年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是怎样讲的呢？是用音声，就是讲现在我讲给你听，存在是一个音声，没有文字的，没有一个字，一个字都没有。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涅槃了，而且说释迦牟尼往生了一段时间都还未有文字，未有人用文字写出来，全部呢都是用口传。现在我讲一句话你传给你第二个，打个很简单的比喻了。现在我开始讲一句话传第一个，咁你将佢嘅话再传，如果传到最后嗰个，你讲我嘅话会变成点样？所以讲佛教在当年释迦牟尼讲嗰句话，传第二个人仲未有问题哦。如果第二个人佢仲系理解佛陀嘅当初讲呢句话嘅意思，传落去冇错。咁再传到第三个。或者第四个，咁其中一个佢歪曲咗佛嘅意思，佛当年唔系咁样讲嘅，系咁嘅，系用佢自己嘅意思嚟解释。咁嗰个听系啱，咁记载落嚟啦。传到第五个、第六个，传到第100个，你谂下嗰句话，你加啲，我加啲，加啲，第日写出经典系点样？所以我大家嘅问题，在咩时候？正开始有文字的记载呢？大家都知道佛当年记载经是贝叶经，是用一种事业啊晒干了正写上去的。是在什么时候正写上去？在印度当年几时正有写上去用的事业？在佛已经涅槃了500-600年后，佛陀已经涅槃了500-600年后，正开始有文字来记载佛当年所讲的经。好了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还有多少很正的，没错，
咁大家知道，从印度经典嚟到中国嗰阵时系咩朝代呢？以前咯，冇飞机哦，冇电脑哦，传真更快哦，全部系驼字嚟哦，用马、骆驼咁样孭住嚟哦。咁你难免不你响咁样路程远远啦，丝绸之路呢条路线咁长远啫，你谂下经会唔会遗失呢？当时古老嘅年代啊，交通唔方便，所以大家用呢个思想再想一想，当年嘅经好多都会流失。咁我哋睇啦，玄奘法师就好啦。玄奘法师佢喺印度取经翻嚟，你睇佢都会经过好多嘅灾难咯，好多经啊都掉落大海啦。所以保留多一份，就系嗰份抽翻嚟嘅。所以你谂下，当时印度经嚟到中国系已经佛涅槃1000年咗啦，差唔多1000年啦，正嚟到啦。咁你谂下，我哋中国嘅佛教有3次大灾难灭法咯，3个皇帝一宗咯，加埋4个咯，将全中国嘅佛法全部消灭晒。咁啊，再重新再翻译，又唔齐全咗啦。所以好多经典已经遗失咗。所以有啲人咧惊佛法会灭咧，刻响石碑上。咁样一部经文咁大部，刻上石碑上，你谂下啊几多个石碑嚟刻咧？点样嚟收藏呢？灭佛嘅时间咯，灭佛法的时间唔系1年2年咯，我哋睇历史啊，10几20年咯，个皇帝执政嘅时候，信道教将所有佛教全部消灭晒就好啦。你去睇下，咁你重新再由印度啲高僧大德最大经典咪又重新翻译过，但系未必每一部都系相同咯。好啊，讲到最近啦，呢几十年里面啦，文革大革命啊，你睇下，将所有佛教嘅经典啊，全部又销毁，佛像全部打烂晒。咁你哋去旅游中国，你可以睇到好多旧嘅古迹嘅佛像，冇晒头、手、脚都打烂晒。咁佛教又经过一次咁样嘅大灾劫，你谂下，保留落嚟嘅经典仲有几多呢？所以佛教而家你重新嚟去研究，咁我哋咧会错解好多好多，所以令到我哋今生在一末法时期修行咧，就好难正道咯，就好难得到。所以我哋要知道呢个成个过程，所以佛教嘅演变嘅历史一路到今日今时，所以我坦白讲句，错得太离晒谱咗，太离谱啊！所以我哋咧又唔识用我哋嘅智慧去思考。如果照住咁样的方式传达咁样错误嘅消息，咁样嚟收，你谂下你会成就冇？讲个好简单啦，大家都知道烦恼系可以断嘅，啱唔啱？贪嗔痴系可以消灭嘅，但系我哋大家问心自问。我的贪嗔痴消了没？我的烦恼断了没？又断了几多条？大家看看，你学佛了这么多年了，又断了没？我说没断反而加了添。以前未学佛时没那么贪，现在学了佛还贪得更厉害，增加了。到底是佛出问题，是人教出咗问题，或者系法师教你出咗问题？我睇到我呢10几年咁行过嚟咧，睇过好多。当初大家唔相熟，嚟到佛堂仲好客气，师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好客气，唔相熟啊。而家嚟得耐咗啦，就变咗生咗红眼睛，
就好似小白兔嘅红眼睛，你睇我眼红，我睇你个眼红。所以讲，你到佛教耐咗啦，就变成咁样样。唔系我哋教错，系错解咗佛讲嘅道理，用自己嘅主观嚟睇佛法。所以你唔能够用佛嘅角度嚟睇佛法，所以讲你用你自己意思，你咁嚟修，点样嚟正果呢？点样嚟了生死出轮回呢？绝对冇可能嘅。所以我见到而家佛教徒嘅嗰种心咧，心量咧越嚟越窄，妒忌心咧越嚟越大。所以讲我哋。同你讲一句真话，你既然今日有咁样因缘呢，嚟皈依三宝，嚟听经闻法，你就系属于好有福报之人。既然有咁福报，咁好福报呢，你就要珍惜你自己。我提醒大家一句话，俾一个机会自己，好好利用下今生。我爱了生死，我脱离呢个苦海。任何人同我冇关系，我先要解决我自己本身嘅问题先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你解决咗你本身的问题咧，你就做个真菩萨啦。咩叫做真菩萨呢？唔系讲我受菩萨戒翻嚟碌几个窿哦，烧几个疤，我就系菩萨咯。想要做个真菩萨，唔好做个假菩萨。真菩萨咧，先自利后利他，意思讲自己食饱先，净有资格系救济人啦。所以有啲假菩萨咧，借大耳窿去布施咯，咁叫菩萨咩？自己唔爱食，俾自己家庭啊儿女唔爱食，全部攞晒俾人哋食。自己有病唔去睇医生，就将你衣服啊俾人睇，自己病到爱死唔生咁样。你谂下，如果你隔篱邻舍其中一个乃至亲戚朋友睇到你咁样，佢会点想法？系讲呢个迷信啊，学佛迷信啊。自己家庭唔爱照顾好，就因为照顾人哋，呢啲叫真菩萨咩？我坦白讲，呢啲叫假菩萨。所以我哋学佛咧，有一句话讲：自利正能够利他。你自己未得利，你点样利他呢？咁我哋在佛法嘅路上嚟行，先充实自己，好好用功，去理解咗、掌握落。我哋自己本身嘅生死系真嘅，可以了生死啦。咁咧，我哋正行出嚟，去帮人哋。引导其入嚟，咁呢啲正叫咧真嘅行紧菩萨道啦，所以唔好做啲假菩萨啊！唔好用我六啊，拎拎个香啊，六粒几粒啊，每年年都六啊，佛正爱你咁啊，系你自己想出嚟嘅办法，讲个唔好听，自己呃自己，呢啲唔系修行。所以真正修行呢，是在心中。心中理解佛讲嘅意思啦，我照佛嘅讲嘅道理嚟生活，嚟修，咁就叫修行啦。所以我哋要将事情嘅搞清楚，唔好误解咗佛讲嘅道理。所以讲呢啲咁样嘅话呢，坦白讲啊，冇几个咁讲俾你听嘅，只有我咁讲嘅啫。点解？我系唔惊死嘅人。我讲咁样嘅话，系专天嚟嘅菜路嘅，所以人哋争到我死嘅。我坦白讲，啊，你哋中意听嘅，我好高兴。啊，但系咧，你听咗你就好，你好翻去讲，到时大个师傅争死你唔关我事。啊，你唔好提我名，提到我名，人哋唔欢迎你咯。我坦白讲俾你听，我咁多年行过嚟，我好清楚，无论出家好，在家好，都系修一个道记。
轻啲咯，唔系修行系修妒忌咯，妒忌增加哦，啊，所以呢个病啦太犀利咗，我都揾唔到大贴药啊嚟医你呢个病啊，嗯，我哋讲如果咁样嘅病咧，坦白讲，跳落中国黄河都洗都洗唔清啊！正所谓讲业障重到不得了，在我嘅思想角度嚟讲咧，烦恼系可以断嘅，贪嗔痴系可以灭嘅，但系我哋要揾出个原因，咩事情会影响到我哋有咁样嘅问题呢？所以你要理解呢个问题啊！如果你唔系亲身去体会，你嘅唔能够接受嘅。今日我哋咧嚟同你讲呢个念佛，就照住经典所讲句话：唯依念佛得道生死。所以呢句话系非常之重要嘅。呢句话系佛在三千几年前讲落嚟咯。但是很多人懂得说这句话，但是不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咯。我说给你听，唯有依靠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往生的世界，你正有办法了脱这个生死，是了脱呢短暂的这个娑婆世的生死。你起到脱世界再继续你的修持，所以释迦牟尼在《弥陀经》咁讲：阿弥陀佛，今现在说法，意思讲我哋呢个世间释迦牟尼已经往生咗啦，冇有其他嘅佛嚟为你说法啦。而今咧，阿弥陀佛咧正在西方嘅世界上说法，所以释迦牟尼劝我哋咧念佛，系往生嘅世界，系继续听阿弥陀佛教导你，咁样听阿弥陀佛教导你，第日咧你就能够去他方世界，去引导你嘅众生同你嘅缘分翻到嚟，大家同聚一齐。所以而家只有唯一呢个方法，正可以帮到我哋，直接帮到我哋。所以我哋往生嘅世界系首先第一个最重要嘅目的。方向也一定要搞清楚嚟先。如果你将呢个方向都唔能够搞清楚咧，咁咧你就好冤枉噶啦。因为其他嘅法门你做唔到咗，你冇办法修。所以讲我唔系讲贬低你哋，我同你讲呢啲系佛嘅意思。佛希望我哋有末法时嘅众生咧，依照呢个念佛法门先解决咗先，其后边嘅事情咧，你慢慢嚟都未迟，啊，唔使急住讲，哎呀，我喺度众生啊，度去边度？我睇到好多受咗菩萨戒啊，我去度众生啊，满口挂住个度众生啊。如果今日遇到我哋讲，我响我面前讲道众生，我就问道去边度？道翻你屋企啊？道翻你屋企啦，你俾食俾住啦，俾用啦。有啲话去道亡灵啊，影到屋企一大堆鬼翻嚟，又去搵法师同佢滚走去咯，又讲道翻嚟。当时讲道啊，道啊，道啊，自己都未能够得道，你凭咩道人哋？我同你讲。只有佛有资格讲咁嘅话，点解？佛已经有咗国土，有咗一个地方，所以能够接应众生嚟到呢个地方安居，先安咗佢嘅本身身份，然后再救佛法俾佢。如果连个住嘅地方都未有，我哋自己本身都仲喺流浪啊！意思讲个外佛教话。我哋做到处挂单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人哋随时就签你嘅单，唔俾唔欢迎，唔高兴，我就叫你炒你鱿鱼，你就走。你冇个安定嘅地方，咁冇安定的地方，你点样嚟收呢？所以呢个系好大嘅问题嚟嘅。所以而家同你讲，讲个认真嘅话，
首先我哋乜都冇理，先好好用功，系念佛，将呢个南无阿弥陀佛搞清楚嚟，先发个愿，往生极乐世界先。去到嗰度咧，就好办啦，其他事。其余嘅世间事咧，暂时放喺一边先。所以你真正明白嘅人咧，你就好好用功。所以讲唯依念佛得道生死，记住记住呢句话，冇大条路选择咗啦。我都系一样啊，同你讲，唔系讲你哋嘅。啊，坦白同你讲一句话，往生嘅世界咧。是非常容易简单的，不是人家所说的那么复杂的、啊、如果你能够信我说的道理呢，你依照来好好念佛呢，我肯定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往生的世界，任何每一个人都可以，我跟你说畜生都可以往生的世界，畜生都是往生的世界，人气不到正大奇怪哦。难道你业障重过畜生啊？你看净土圣贤录啊，几多畜生往生的世界呢？旧阵时到而家都有啊。你有没有听到雀仔识念佛的么？所以讲咧，有一次我参观咯，有雀仔上佛堂，你一见到你就念阿弥陀佛咯，人识叫，雀仔识叫，哦，所以你谂下，雀仔都想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人仲唔想起，我喺俾个雀仔唔不易咯。所以我哋自己要搞清楚理念正确先，咁然后我哋选择我哋行嘅路就唔一样啦。正所谓讲，善大师。以及咧发现上人啦，所以呢两位咧，一位系弥陀嘅实现啦，就善导大师系阿弥陀嘅最嚟，大家都知道咯。一位咧系大势至菩萨嚟应化嘅，所以发现上人咧系大势至菩萨。其实两位啊，竟然啊仲认为咧自己系生死罪恶之凡夫，呢两位。大祖师哦，都仲认为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。当时佢讲呢句话，你睇《观经》里面四帖书，乃至发现上人嘅传集，你去睇，佢都认为自己是罪恶，毫不足取啊！仲要依靠弥陀之教导嚟往生西方嘅世界，难道我哋啊的智慧能够比得上佢哋咩？所以我哋要好好嘅体会呢两位祖师大德所讲嘅话几容易啊！所以我哋要衡量下自己系什么根性啊！我要承认啊，我哋正系咧一类嘅罪恶深重之凡夫，所以不要咧被他人之所误导咗。要承认啊，名号咧。已经具足了我们往生成佛的资料，根本不需要再修习修习行了。如果你不仗着佛的磁力来说，你如何能够了脱生死呢？你看看佛照大师所说的，佛照大师说，你看经文说，以来尊号甚分明，十方世界普流行，但有清明皆得往，观音世智自来影，弥陀本愿特超殊，慈悲方便影凡夫，一切众生皆度脱，清明即得罪消除，凡夫若得到西方，抗劫尘沙罪消亡，具六神通得自在，永除老病离无常。
咁样呢位咧系我哋净土宗嘅法祖法照大师。法照大师咧，佢系亲自咧系见到文殊师利菩萨同佢讲，哦，响竹林寺哦，佢自己亲自哦去拜访文殊师利菩萨同普贤菩萨，系亲自去见过。所以讲文殊师利菩萨亲自同佢加持，同佢摩顶讲俾佢听。所以咁多位净土宗祖师咧，就系法照大师咧，佢亲自喺个极乐世界翻嚟嘅。当时咧，文殊师利菩萨点样引导佢？咁佢亲自见过极乐世界翻嚟，咁所讲嘅话咧，绝对唔系假嘅，唔好似我哋一啲都唔清楚嘅嚟讲嘅。点解今日印证呢度经典嚟讲咧？由呢位法师，呢位法照大师嘅流传落嚟嘅，系讲如来尊号甚分明，就讲佛嘅名号啊，好明，分明咧就好清楚嘅意思。系讲十方世界普流行啊，所以十方嘅世界嘅所有嘅众生，都系普遍咧修呢个法门，就系呢个念佛法门。所以流行好广阔咯，你讲，但有清明继德王啦，所以但有咧，只系清廉呢个南无阿弥陀嘅名号咧，大家都可以得到往生。所以个观世音大势至，佢咧自动咧会嚟迎接你。所以弥陀嘅本源啊，超时就话阿弥陀佛嘅本源咧，好特别，超越啦，好殊胜咯，超系超越咗一切诸佛咯，所以个弥陀嘅本源咧系好殊胜咯，啊，只有阿弥陀佛咁样嘅缘咯，但念我名号哦，佢咧爱嚟亲自迎接你咯，佢讲。乃至十念，你念个名号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果。如果我唔嚟接你，如果你唔能够往生到我国土，我就唔会成佛。当年咧，法藏比丘法嘅缘起讲，就系阿弥陀佛所讲嘅。所以呢个就弥陀嘅本源啊，特别殊胜，超越咗一切。嘅知佛咯，所以慈悲方便啊，引凡夫。所以慈悲嘅方便咧，就系佛嘅慈悲，善口方便嚟引导我哋呢啲罪恶深重嘅凡夫。我哋呢啲凡夫咧，自己冇能力消罪业，自己冇能力脱离呢个苦海。自己冇能力了生死，所以个阿弥陀佛嘅慈悲方便咧，就系我引导边个，就系引导我哋呢啲咁嘅凡夫啊。所以讲啊，一切众生皆道脱啊，佢爱道嘅系一切嘅众生啊。呢个一切嘅众生就包括我同你啊，在座各位，你都有份啊。全部包含喺呢边，阿弥陀佛咧，皆爱道，爱道我哋脱离呢个生死咯。所以清明啊，你清佢嘅名号咧，值得罪消除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你能够好诚意嚟念呢个阿弥陀佛嘅名号咧，你嘅罪业啊，都得到消除。正所谓。念佛消罪业，一啲都冇错。但系咧，话讲翻转头啦，而家我哋念佛念咗咁多年啦，大家都唔少啊，五年十年应该有啊，冇五年三年两年都有啊，每日都念啊，
大家问下自己，罪业是不是真的消了呢？又好像没有，但这里讲好像念佛可以消，好像给到我们好像没有消。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大家好好去体会一下这句话，这个问题啊，很值得我们探讨的。罪怎么消呢？讲给你听，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，不明白佛的愿力这么大。其实佛光呢，无时无刻都照住你，是你自己本身没感觉的啫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的罪业已经消了很多了。如果你罪业不消的话，你今天不会来听经的，坦白说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作业啊。所以你跟你自己恭喜的。你要恭喜你自己啊。现在人家很多在作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现在你们在收紧福收紧慧啊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罪业不消，你会坐在这里啊？你想想，如果你罪业未消，你应该在哪里呢？在那作紧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不信，等下落货了，你看看。所以说你要跟你自己庆祝，我今天能够坐住这两个小时，能够有这样的姻缘来听到佛法，就代表呢你的罪业已经消了很多啊，正能够闻到佛法啦。你想想，我们讲过，全世界有六十几亿人口啊，我们今天正经道上只得你们百零个人，不是很幸运咩？你想想，佢中六合彩咁样，你知唔知？六十几亿人口只得你几个喺度坐字，你唔系好幸运嗰个啊？你谂下，六十几亿人口喺度做紧咩？你谂下。所以讲咧，你哋唔好以为讲我日念佛，我罪业未消，其实咧你已经消咗好多啦，比其他人已经消咗好多。所以你正嚟想，我系闻佛法，想嚟听经。所以你唔好成系怀疑，我念佛念咗咁多年，到底我罪业消咗未呢？其实呢已经消咗啦，你正可以移到佛法啦，你正会归三宝啊，你正可以听经啊。所以我劝你，第一就唔好去问啊师傅，我罪业消咗未？如果你问呢句话，就讲你证明你仲喺糊涂啊，仲喺糊涂啊。意思话佛光已经照住你，你仲唔知道？其实讲俾你听咧，从你哋开始归三宝嗰日，从你开始相信阿弥陀佛嗰日咧，阿弥陀佛咧就已经响你嘅头壳顶度啦。你行到边度，系跟到你边度。我讲俾你听，系你冇发觉到佢啫。你又点样就发觉到气呢？但好多人呢好误解咯，以为讲我练咁多年，阿弥陀佛冇俾我睇到嘅，左又望右又望都睇唔到气，又讲响我嘅头壳顶。我同你讲，观无量寿经有讲一句话：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中有八万四千光。一一光中有八万四千佛咯，所以每一道光就是佛的光啊！你知不知道啊？所以佛的光，佛是有相物很多，不是一定好像木头啊跳出来的，这样的样子叫佛。每一道光啊都是佛来的，所以佛呢是无形无相。所以在你的河地那道光照住你呢，就是佛光啦，那个就是阿弥陀佛放光照着你啊。所以很多人讲叫佛光普照，佛光怎样普照啫？佢不是捧紧照紧你咩？你做乜？师傅同我照一下，奇怪，那咁样冇天道咩？你不爱佛光照，我系光照你，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呢？所以我哋咧行出去，无论在无时无刻，佛的光已经照住你了。
所以你读下《无量寿经》讲，《观经》都咁讲。所以阿弥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咯，所以那个光就系佛啦。所以我哋咧唔好去执着有个形象啊，正见到佛。佛冇在《金刚经》讲咩？若以色身见我嘛，是人行邪道嘛，啱唔啱？你如果系我见到一个色身啦，你就行邪道啦。我最近呢是请了一本书回来看，那本书里面呢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当年呢挑黑释迦牟尼佛的一生的过程，一个古迹来的，在印度埋藏在地下，现在挖了出来，就见到呢有佛的金刚座，有一棵菩提树，但是呢没佛的样子，有佛说法的地方，但是呢没佛像，没佛的像。那么佛在出家有一匹马，但是马上面呢没佛坐上面。佛的讲经台有一个讲经座，但是呢冇佛坐在上面。我睇咗呢本书嘅图案呢里面呢，我就知道咩意思啦。点解释迦牟尼佛当年呢有讲一句话，佢唔主张人呢留下佢嘅相。留下佢嘅相呢，未后嘅人呢就会执着呢个相。以为我见到呢个相正见到佛。但是当年佛临走的时候就交代了没有挑黑我相，但是这句话忘记了，终于很多人纪念佛了，就将佛的相貌挑黑了，一路影到我们今天今时，我们还是执着这个外相，就影到我们怎样修来修去都见不到佛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所以佛当年他不会留下相就是有容易的，所以就金刚经讲啊，如果你爱以色身正能够见到我呢，你已经错咗啦。你唔系行得正道啦，要行得邪道。我同你讲，佛呢只系一道光啫。嗰道光呢系通一切。如果我哋每一个人呢都见过光嘅呢，佛呢就系在你嘅身边啦，普照紧你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，我念佛，你自然就是一道光，你一道光，那道光就是佛，即刻就显在你的面前。不是一定说我见到哦，阿弥陀佛，你是这样的样子，这么庄严的，这么金色的，我看你入魔咯，讲你听咯，你然这样就好多临死的时候见到魔当见到佛咯。其实佛呢其实用光，所以你看我们讲很简单，打个比喻俾你听，你哋会发觉到，释迦当年我讲经啊，讲任何每一部经，佢系咪先放光先？讲地藏经系咪放光先？讲无量寿经系咪放光先？你谂下，讲每一部经先放光先，所以佛咧系以一道光石放出嚟噶，佢唔系以个相貌出嚟咋，系以放光。所以我们念佛呢就是放光了。所以你们成日念阿弥陀赞，阿弥陀赞了，你看白毫遍照五个须弥山。所以佛为什么这样？所以佛光呢就是他的身。所以你见到光你就等于见到佛了。所以说你见到佛光呢，你的罪业已经消了。所以我哋唔好再去迷信咧，我系见到一个现象。今日做个现象咩？俾我哋后人啊做个纪念。因为佛咧有无量相啊，种种相，唔系固定，系咁嘅样，系咁嘅样。啊，所以大家明白。你讲凡夫若得到西方啊，
抗劫尘沙罪消亡。如果我哋嘅凡夫咧，我哋罪恶一啲罪业都未消啊，贪嗔痴仲会捉一大堆嘅啊！我哋呢啲咁嘅凡夫啊，若果能够得到到到西方嗰度世界，我哋无论啊几长劫嘅抗劫以嚟噶尘沙的罪业都可以消灭。就系抗劫就系我哋想多生多世啊，喺度不断不断轮回啊，做咗咁多业啊。嗰啲业多到点样咧？好似尘啊，好似灰尘咁多，好似沙咁多啊！如果你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咧，你嘅所有嘅罪孽啊，都能够消亡。不但能够消亡我，仲有具足个六神通我。具足个六神通，你得到自在咗，得到自在咧，你就永除你嘅老病。离呢个无常，意思讲老病生老病死咧，你全部都系消除。你永远咧可以脱离呢个无常，你唔会俾无常所吞啦。所以我哋咧而家每一个人生活在咧，生活在无常之间。我哋而家咧每一个人咧系按面对嘅系咩老同埋病。你睇而家好多人咯。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面对着这个老，面对着这个病。所以我们想怎样除呢？永远消除这个老病呢？讲一个方法给你，只有念佛往生的世界，你只能够摆脱这个事情。如果不念佛往生的世界呢，这个老病呢你冇办法摆脱气噶啦！你睇我哋每个人咧都面对紧呢件事情，但系咧点样搞嚟搞去咧，搞唔出个问题。所以而家好多人都唔认老喎，系好多人唔认老喎。我睇过好多人都唔认老喎。你睇啲头发明明白噶，系我整到佢黑啊？点解咁整？就因为唔认老吓，啱唔啱？如果你认老，话知白好黑好，同我冇关系啊！就好似我咁样，冇老，点解都冇黑冇白啊？太光红咯，乜都睇唔到啊！所以讲就最简单，就解决咗。如果大家非好似我咁样，咪唔使整搞到咁麻烦啊！多啲时间去念佛啦。使咩成日摸嚟摸去摸嚟，有几条白，有几条黑，有几条黑。所以话人生生活就无常啊！你知道无常系冇停止嘅。所以讲，如果大家能够体会嗰啲世间叫无常嘅咧，你对世间所有每一件事情咧都唔会计较。所以讲咧，一声笑咧就走咯。所以你走自己走得好潇洒，所以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在学佛当中咧，冇几个系真正去认识呢个无常两个字。坦白讲，无常系咩叫无常咧？时间冇固定，佛讲嘅时间冇固定，所以佛讲呢个时间冇固定咧。就是无常啦！你睇我哋嘅前一秒钟同而家呢一秒钟系咪唔一样咗咧？因为我哋身体里边细胞不断不断嘅生生灭灭，由呢度老化咗，嗰度咧又开始生啦。所以讲呢个叫无常咯，你又明白咯？所以冇同样嘅时间。你一年一年咁过，一分一秒咁样过，所以讲咧，我讲一个世间人好颠倒嘅一个事情俾你听，使咗几百万啦，卖嗰个时间咧，只系卖嗰一秒钟嘅啫，好多人好中意风水啊，啱唔啱？使几百万啦，请个最有名嘅风水先生翻嚟，
你買到的是什麼風水？那個羅庚是這樣照，是這樣照，照到最加上、哦、配合你的八字，配合你的時辰、哦、這一點就對了，就是這個時間，還有華明了一分一秒都沒走，就這個時間落葬就對了。但是有沒有想到我地球是圓的，地球是圓的，現在你賣緊，現在讀出來剛剛是今天九點半了、啊、這個時間最準了，這個是最好風水，就那時撞了，這樣一過了九點半零一秒沒有了，你個一百萬只賣過一秒鐘而已，你說都抵呀，明年那一天是這個，你還看大了，最放大來看，看成個宇宙，明年那一天幾時輪到那一天都沒有了，已經走過了。所以佛說呢，時間是無常的，你花那麼多錢、啊、請風水先生就是賣那一秒鐘的，是不是天下最白痴的賣那一秒鐘？所以以前我幫一個好有錢的人送殯，看一個風水先生找那些財叫你叫他叫過你叫過去，就賣那一秒鐘的，就賣那一秒鐘的，我在頭問個摸摸個摸，就係賣嗰一秒鐘，以為呢啲係最吉祥，咁向啊向啊，向向向啲向啲，係一世界就咁啊！我都無可奈何，因為呢啲唔係我嘅錢。我哋講嘥幾百萬就係賣嗰一秒鐘嘅啫，風水就係咁樣咯，就係咁嚟嘅。